以西结书第三十章一节，耶和华的话果临到我讲：人子啊，你得发预言讲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惨啊，这日恁都啼哭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啦，就是末分的日，列国受刑罚的期。没有刀剑，临到埃及，在埃及受胎的人倒落去的时阵，果实人就有痛苦，正人要受虐，地基要受拆毁，果实人、佛的人、罗德人、参杂的百姓、甲古巴人，以及东面的地的人，拢要甲埃及人。这回倒伫倒下，六节耶和华安尼讲：辅助埃及的也未倒，埃及因为势力的骄傲，未降低其中的百姓对释放你的塔气，未倒伫倒下。这是主耶和华讲的。七节埃及地伫帕远的国的中间。要正做爬远，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做荒废。我在埃及中火火倒起来，帮助埃及的拢受灭无。那时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九节到那日，要有使者坐船对我面前出去，和安然无忧虑的果实人。惊吓，没有痛苦，临到因，亲像埃及做无在的一日子一样。看，这个代志来啦。十节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我要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，毒灭埃及的众人，伊甲对伊的人，就是列国中强暴的，要入来毁灭这个地。因要背倒攻击埃及，和遍地有受胎的人，我要和江河打，将地卖伫歹人的手，我要用外邦人的手，和这个地甲其中所有的变作冷静。这是我耶和华讲的。十三节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我要毁灭偶像，对拿弗。都被神像，的确无够君王对埃及地出，我要让埃及地的人惊吓，我要让巴勒斯坦人怕远，在所安的中间，火火倒起来，往那惊心怕，我要将我的大生气变在埃及的位所，就是神，也要监督那的众人，做哪吒。我要在埃及中和火倒起来，神要大大的痛苦，那要受公罚，那会当头白日拄到受敌，阿文甲比别失的少年人要倒伫倒下，这些城的人要予人掠去，我伫达比列阿等埃及的这些担，予伊因为势力。有的骄傲在那中间刷，那时日月黑暗轮到这个城，要有白魂也看那中间的女子，要让人抓去，我要这样让埃及惊心怕，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二十节，十一年正月初七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我已经压断埃及王法老的手骨，无膏药，也无扎布，通乎伊有力举刀。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我甲埃及王法老做对敌，要将伊有力的手骨，甲已经压断的手骨，要做一下压断，乎刀对伊的手中割了。我要将埃及人分散伫列国，四散伫列邦。
第四节，我要让巴比伦王的手骨有力，将我的刀交在他的手中，却要压断法老的手骨。伊就伫巴比伦王的面前嘻嘻惨，亲像受死伤的人一样。我要让巴比伦王的手骨，法老的手骨，却要碎落去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伊要拿刀攻击埃及地，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我要将埃及人分散伫列国，四散伫列邦，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